上回跟大家说完多菌灵拌土之后啊，有花友开始追问了，他说老花一，我用多菌灵拌土会不会影响土壤里面的微生物环境啊，会不会影响？宝，你要是感冒了的时候你吃点抗生素感冒药，会不会杀死你那点脑细胞？就你那点为数不多的脑细胞会不会被杀死啊？川鹏，你那点呢，会不会？会吧，你笑，你光能笑，他肯定会啊。我天哪，你都有病了你还考虑脑细胞？你要马上要腾云驾鹤西去了，你在那在乎那几个脑细胞吗？我在乎的是脑细胞吗？我在乎的是活的。那植物上病了，或者说你要这个土你想要利用了，你总得舍样一个吧，你说是吧？啊，我说吃火锅你说嫌辣，我说吃麻辣烫你说这个不行嫌烫，那你吃面条你说太软了，没清淡寡水的，我说听你吃麻辣鱼你说麻嘴，你干啥你干啥你啊，你纠结啥呀？你扭扭捏捏，进也不进，你退也不退，行行不行拉倒，一锤子买卖是吧？用个多菌灵，你看吧，有毛病了用，不想用不用，啊，就整开纠结了。他家我就见过在厨房里边做饭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为了把饭做好，食油30克，哎，拿着秤，哎，文火3分钟计时，你干啥来了？用我们那个老家话说，叫磨量，哎，磨量一下差不多就 OK 了。养个花还给你能力不行了，会影响，别用，等死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你白。嗨，嘿嘿嘿嘿。